你打字上面好还是下面好，还是左面好还是右面好？有的是左面好，有的是右面好。飞沫舱那里抽一下就好了，飞沫舱那里抽一下就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你上次也是这么解决的。它是那个时间长了以后啊，它可能那个墨管里面添热以后，它产生了那个气泡，产生了那个压力不均。墨盒里面空气，墨盒里面空气排过没？墨盒排空气啊，抽空气啊。排空气，排一下小墨盒里面的空气。不是，把墨盒取下来，翻过来抽一下。对，抽好了以后呢，清洗一下，把测试液打全了就可以打了。
客户马上到了吗？他是四点多的时候到吗？上海总站。哎呀，他到五点半才能走。他要到五点半。他可能今天有，如果差不多今天就定了。嗯。如果差不多今天就定了。